罗伟明才，罗伟明才不在场，本案暂不予处理，请曹委曹会委员洪泰发言。好，主席、各位委员，本院委员费洪泰等23人临时提案，针对国军官兵牺牲假期、投入救灾、支援灾民、撤离脱困啊等灾后重建的工作，然而在严重超时工作下，相较于其他公务体系的人员，国军官兵却领不到超时加班费，因此本席建请国防部责成相关单位，应立即针对国军官兵执勤救灾任务之超勤加班费、合理轮休制度等重新检讨改善，以勉励国军官兵之辛劳及维护其应有之福利，是否有当？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费洪泰等23人。